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西南王的决赛，是由唐伟、辛芷蕾对长浩九段。对，前面我们给大家讲了长浩九段和十月九段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局。是。现在我们看一下决赛。对。同样的也是这个唐伟辛是刚刚获得的世界冠军。对，唐伟辛的话是获得了三星杯的冠军，他的冠军的含金量很高。嗯，现在是这个决赛的场面画面。这个左边的是长浩九段，右边是唐伟辛。唐伟辛的话含金量很高的话，他是战胜李世石获得了三星杯世界冠军。是。特别是2-0的成绩的话，还是很令人骄傲的。对。那长浩的话，目前任何比赛的话都是西服革履。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棋手们的表率啊。这样看起来，这个唐伟辛九段有点不拘小节。这个是表情帝，号称。在后面的话是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左边的一位女棋手。唐伟辛确实表情很丰富。前面我们看的画面的话，赛场上的话还有几盘棋，目前的话这个是决赛，只有一盘棋了。是。成为了瞩目的焦点了。我看网上的话有记者采访长浩，这几年吃减的话好像身材啊面容啊都没什么变化。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啊，保养之术。长浩说最重要的是锻炼。锻炼。对，他每周的话会坚持游泳和踢足球。其实也是保持一个良好状态，竞技状态也是一种延续。对。那个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半局的一个进程。这个时间点的话，按正常的话应该是比赛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如果有些棋手的话在网上看棋的话，我想已经知道胜负。那么我们就稍微把整个进程给大家稍微讲一讲。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局棋。今天的话说实在的话也是我们在讲棋的时候的话有一些小的跟以往不太一样。 对我们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吧。对，以往的话其实我们手上拿的都是一张纸一张棋谱。是。进来的话等于说现在的话拿了一个等于可以叫做 iPad 是吧。对，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现在我们已经算是非常的与时俱进了。对，虽然就说这盘棋的话暂时它的功效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棋局的话已经结束了。但是就是说在没有结束棋局的时候的话，这个还是很管用的。对，因为就不用这些那个必须一些那个编辑啊或什么的话。对，直接是具有了这个时效性。对，不用传递棋谱了。直接就跟网络是直接连上了。是。看看这盘棋。唐伟辛吃黑。辛卫。然后收角。辛卫有角。这样的下法的话也是怎么说呢，近来的话比较少见了，对吧？这个以前的话的什么中国近来比较中国流或者迷你中国的话是大行其道，这个这样一个下法的话近来是比较少见。而唐伟辛的话似乎有种打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对，看起来是这样。常老师就更我觉得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常浩就是说也得考考我们的新科世界冠军对棋的一种理解。填充。对，来点不一样的。对，贴。这个是填充，相对来说的话白棋没有在自己的阵营上的话等于说是布局，先填充试一下黑棋的应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是啊，这步棋的话这个在我印象中的话长浩也是经常用的。还有两位棋手也会经常用这样的下法。一个是刘星。刘星。对，刘星，这个是84年出生的棋手，也是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棋手之一吧。对，棋风飘逸。对，还有一个是李哲。李哲啊，他们两个其实可以划分为是一种类型。他们俩的话就是说比较有想法。才气型的那种。这个才气这个东西很广，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棋手下到这个阶段的话都是有一定的才气。是。对，有些才气的话怎么说呢，看来大家一目了然。而有些怎么说呢，是比如像谢赫，他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棋手。但是他怎么说呢，就是还是
一般人不太容易能体会到他的才气，更为含蓄，对，含蓄的，嗯。不同的风格，走，再贴，嗯，然后枪头又一转，对，贴的话，黑棋也是有这样的用意。为什么？如果不走的话，将来被白棋这一靠的话，有不舒服的地方。对，嗯、在这个棋形的弱点就是靠。对对，如果你虎，可以退，对，你再走的话这一拐，对，那么这个一串棋形的话，黑棋是比较局促。嗯嗯，如果你单立，那么好像有点委屈。对，嗯、被便宜了。对，如果你飞出来的话，那么。白棋这个一走，对，这个一猜，嗯这似乎的话，黑棋这几个子的话效率不算太高，嗯所以由于这个靠比较讨厌，所以黑棋决定再贴一个，贴一个，那长号这个挂一下脚，这个也是在问一下黑棋的应手，所以这三招其实最大的功效就在于问是黑棋的应手，是黑棋的应手。如果你要这边，那么长号有可能就直接就这个了，就直接定型了。定型，哦、他认为这几颗交换，他是有所得的，这个里面和外面交换。如果你走个低加，像他是类似于他实战的这种夹击的话，他可以跳这个。哦，这样。飞压。飞压。把你压低。压低完以后。对这两个交换，黑棋又走在里面了，白棋走在外面，就是它一种组合吧，这个调子挺好，那么它就加远一点，对，你要这边，那么长号没有在这边下棋，如果真的在这下的话，就会落个后手，落个后手，那么这个扳头的话，扳头巨大，千钧之力是吧？对，因为这两个的话，大家看拿着的话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当这样的话，白棋在这边还有一定的，对，有很多手段。手段，而这两个的话，现在看的话是明显损的。对，大俗手。所以是，当黑棋这个加的时候，这个点就显得很重要了。那么长号选择了长，就把这里现在走掉了。对，是。那么他也就回到了这个尖。对，回到尖。对，如果你如果走这边的话，那这个。跳就不一样了，对，就好像跳起来或者是，有点慢了，有点慢的，可以这么说。如果当这两个先交换完的话，那么黑棋想都不行，不太会往这边走，是一定是在这边的，对，一定在这个，所以这几步的用意在于适应手，根据你的应对决定我这边的出招，坚定，然后他打下去，等于通过这边交换的话，白棋在上边的话。相对来说，走出一个比较好的棋形来了。对，这个很铁的几个字。所以说白棋的话，还在追求一个速度。大家可以再体会一下啊，就等于当初长的时候，当初这么黑棋猜了这个啊、哦，现在是吧？这个白棋先挂了。哦，对啊。走。对，这个虽然说也能称之为是定式，但大家好像似乎觉得这个现在看起来有点，就是白棋这个下法比较有趣，有趣，对，一个去向，去向，这两个交换以后，再交代，对，得失难讲，对，再交代，很有趣，走完这个了，它现在上面很大了，这个这步棋的话也是下的不错的一步棋，如果单纯的走这个的话，那么白棋有可能就飞起来。对，我飞，或者是不是有可能靠呢？对，这边的结构就不错了。方向，对，一旦的话，这边比如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自然为控是吧？那么这个效率就很高，效率太高了。二四六七个，这个效率就很高，不能接受。所以这个黑棋的行棋的方向应该在这边。对，一定是要挂入。挂入，当然挂入的话也是有一些挂入的下法，比如说还对，如果你走这个的话，那么它也许就逼得很紧。对，一定是夹击。对，所以黑棋的高路的叫那个选点的话也是很有意思。对，他走这个，其实白棋也是要夹他的。对，因为他不担心你走这个，是吧？他这边担心的话，他这个是不是开一个间接着夹击了白棋？一夹击了白棋，第二的话还限制你这边的发挥。一旦降了这个四个字的话，比如说再有一个字的话，那么一旦成为孤棋的话，那么白棋在当初的构思的话。
有点脱节，跟当时的构思有点脱节。对，这个孤单了。夹击是必然的。对，这样的话又可以使这个孤寂的话成空。靠。靠，它其实是这个画这个的一个连贯手段。对对对，如果搬的话，简单的搬，对吧？那白棋的黑棋搬外面也是可以的。搬这个。对对对，这个也是不错的。是，接下来白棋比较难，为什么呢？这个如果打吃这个，它粘上，要被蒸死了。对对对，如果从这边打的话，这个子一旦被吃掉的话，这个比较损。所以有点接近。折呢难办了，干脆就直接挖了。黑棋就打了上边。打上边。翻进角。对，黑棋只能打上边。如果黑棋断打，断打，白棋长。长。打吃。白棋立。立，粘上的话。寻求作战的话，那么白棋这个一打，在上面一打，打这个，对，再打吗？不，这只能打这个，不然的话，这个被蒸掉了。现在蒸子不利，另一个，这样对，吃不掉那两个子，对，怎么办？拐一个，拐一个，黑棋白棋补一个，补一个吗？对对，补，这好像差不多。这个如果你想效率更高一点的话，可以补到这，是吧？这个不给黑棋留有余地。为什么呢？如果你吃这个的话，对，他如果万一提了的话，退的话，对吧？如果把这个全吃干净的话，那么我这个效率也比折这好。黑棋暂时在这边的战斗的话不利，所以说黑棋也无法选择最狠的下法。黑棋不能从这断打。对，打上面。正好这样，然后连扳，连扳，这也是一个棋形的要点。如果经常的话，等于说关注我们频道的棋迷的话，应该是对这种下法比较了解了。是，这也是一个比较常形、常见的，常形，断。然后呢是断。断，就是试一下黑棋的应手。然后粘上。粘上。接下来白棋的扳。扳这个。扳的话是比较有意思的下法。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下法吗？这个比如说，因为如果你最强当然走这个了，是吧？长的长，或打吃粘上是最强的。哦，这样可以吗？但是黑棋这个有个小尖，是不是？有个小尖的话是比较讨厌，比较讨厌。对，不好收了。小尖比较讨厌，所以实战搬。对。等于说是防止这个小尖。它是长。长。贴。贴。对。搬。跳一个。跳。那这个白棋的方向也是相当好啊。对，白棋方向好，但是这个局部啊，这个黑棋还是没有不满的理由。为什么呢？这一般的话，白棋还得再补。粘上。粘上。黑棋选择了菜。这个。因为这个。黑棋在白棋的阵营里面的话，如果能下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棋形的话，还是可以满意的。可以满意。特别他的空的话，已经回到了五路。对，回到了五路。头也比较高。所以说这个当初这个白棋这个下法还值得商榷，值得商榷。他可能更多的在意就是方向问题了，他把局部的这个事先暂时抛开。或者就是这个扳的话，还不如打出粘上或者单长这个，就把这三个能够弃掉，然后走到外面。当然这个也得等长回来的话跟他交流交流，这方面的问题。对，不过那好像也是一种考虑。他是这样的，这样子，现在他要走这个。对，因为这个目前如果再单长断的话，黑白棋，黑棋干脆就打过来了。就这样子啊。对，打过来了。所以说这个，对，没有下一手了。也不舒服，对，有点卖味道。所以保留。保留了，先走这个。先走这个，也看一下你试一下你的应手。对。黑棋胡，就是下的很有意思。如果你跳这个的话，那么白棋也许就断了。对，他再走。因为先断完的话，然后再走的话，黑棋绝对不会走这个。是，就走不到了。是。他走这个，那白棋就飞进去。飞，是下的挺有意思的。这样的黑棋是比虎一个便宜吗？这个不太好说。单虎的话，他担心对方走到这，是吧？
或者更远一点的话，因为它这个被人家拆过去的话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对对对、所以说它这边先控制一下，差不多就是这样。这是一方面，接下来黑棋选择了这个，这个的话感觉上有点缓、对，感觉上第一感觉或者拆的拆这个，因为拆的时候两边的中间还挺大，对，因为他不太担心你走这个，走这的话、这个顺势攻击的话这边可以顺势回那个围控，通过攻击可以围控，白棋又多了一个负担，多负担，那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他再补这个、是吧，这就顺掉这个，这样的话这个能控制边上的话，因为在目前在这个格局的话边似乎比角很重要，如果你在攻这个的话我就可以，是，我再煎他一下，给他活角也无所谓，是是、像直接等于说取角的话似乎不如边大，还是糊了，白棋拆、拆，然后黑棋现在它是进角，进角，大家注意这个棋局的话还有一个关键点，关键点在于就是这个空啊，这个是不是空？一是不是空？空基本上是空，但就是说，就成多大、对，黑棋能下到哪个程度上，是吧？或者能利用到哪个程度上很重要。对，如果这方面的，白棋效率不算太高的话，也许白棋这边的付出的代价就无法找回来了。对。但是如果他这个六路，头这个都是空的话，就有点太多了哈。所以说这个多大空的话，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决定的这个车牌体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时空上的一个对比，双方一个对比，点三三，对，现在这里就基本上又要打一个定式了，三三的话也是，唐维新的话也是下的比较激烈了，因为正常的话下他认为不是很满意，说就是挂的挂一个你猜一个的话，他也可以猜一个的话，他认为不是很满意，所以选择了点三三，那么点三三的话，这一招一出的话，那么长浩这个后期还是。下的很有深度，对，就转了，对，过了一路。你走这个的话，它也是点三三，那么你这边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宽了这个地方。对，因为任何一颗子的话，它是有优点和弱点的，对吧？这个的优点在于就是你进来的话，你没有插二的余地了。对。但如果你最终的话，你没有选择进入的话，选择点三三的话，那么我自然一到后市的话，能拆得越远越好。是。所以说这个长浩这个，这个就看出它的先预先这个预见性了。对。来，这样，打吃，三上，盘，挡住、然后他是胡，这个胡的话也是唐伟新，我相信是唐伟新那个点三针的时候所预谋的一些下法，他不甘心单纯的这样，对，正常的话这个的话走一个，这个白棋的话也许会这边走一个。如果走一个的话，那么由于白棋这两头都活了，那么这次可以省一手，是可以省这一手，对，白棋可以选择如果拆这个，对，继续走，甚至可以下来，对吧，下来这样下法都是有的，如果单纯像这样的话，那么黑棋这个点三三的话其实这个有点无谋，整个来说也谈不上无谋，就是大小的话也许判断不是很清楚了，也许拿了一个小的，对，这个就感觉很尴尬呀，走一后手，一般来说都得硬一个嘛，所以说这个虎的话是唐老师这个点三三完了以后的一个后续手段，如果你再虎这个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脱先了，可以脱先了，可以围这个，对吧，或者抢这个都很大，这两个是，当然是他的如意图，这个白棋也势必契合，是吧，对，白棋也必须也得打，这个不打的话，这个如果后手的话，小的时候，不太满意。其二的话，这个虎完以后，将来也得继续打劫，是吧？对对。那么黑棋又轻了。对，因为你又花一手了。对。是他现在打劫的时候找了，这个劫，顶这个劫。顶这个，顶这个是肯定是劫财。对。硬。对这个，然后提。对，那他就是说我上面有很多劫财。对，其实黑棋也就仗着白棋没有劫财，那白棋也就没法跟他打，干脆就到这边了。是，的确，白棋的劫财也不太好找，这个是劫财，但是这个得失不好说。就是扳跟长交换。对，长交换这个得失不好说，但是如果建成点这个的话，
你先去上粘上，这个，对吧？但是白棋这个黑棋在这边也有劫材，嗯，那接下来的话，你这边劫材就不太好走，嗯，所以他干脆先点一个，试探你的一手，对，嗯嗯，白棋也很务实，因为他认为目前的劫材总是不够，光靠这一个点的话，那么我先走一个，就是说看看你的应手，嗯，如果你这边如果硬的话，那么将来我这个还是劫材，还有劫材，嗯，如果你这边强行要吃我的话，那我劫材更多了，那么这个劫我就能打赢了。是，嗯，点小姐是必须的，嗯，那么作为白棋，似乎也只能断了，只此一手了。如果不断的话，那么等于被黑棋无条件再打赢的话，那白棋还是有点损失的。对，小尖做活，小尖，嗯，是，嗯，他下一手这里，嗯，这个跳点也是很妖，嗯，他做活不是说是在那里，嗯，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很敏锐，嗯，如果单纯的走这个的话，那基本上的话白棋这边已经连通了，嗯，连通的话呢也有可能白棋就从上面来，哦，从这里攻击，从上面来，一旦攻击的话，这黑棋的话这个比较被动，嗯，比较被动，嗯，因为如果往这边跑的话，顺势这个子的话再被白棋吃掉的话，那么黑棋这一串都是单关，而白棋这个都在阳面上，对，他每走一步的话都是对自己的模样的话有很大的帮助。嗯，是，所以黑棋点，嗯，如果你敢冲的话，他是诱你来冲的，对对，冲的话以后他将来，这是现在这个好像这个有吗？他是不是先补活呀？哦，他就先立，嗯，他先补活完的话，如果你再从这边来的话，那么他就这边，对，这个味道就好，寻找点头绪。那你头绪是有味道了，是，嗯，白棋也就是忍住了，嗯，忍住，嗯，因为白棋忍住也是绝仙，为什么呢？他将来的话不是冲这个的，要注意啊，他要杀的话还是继续翻这个的，对，嗯，但是，嗯，这当然是长浩也是在快棋中做的一个判断，他认为双一个顶一个就是一个连贯的下法，嗯嗯，他认为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接受，嗯。黑棋把这个子弃掉了。嗯，其实长浩的话，其实最舒服的话，我觉得他是图那个扳的愉快。嗯，将来脚上一扳，这个问一下黑棋的应手。对，嗯，问一下黑棋，如果你立着这个的话，那么他打的是先手；如果你活着的话，本身就亏了。对，对吧？对，嗯，所以说白棋也是看中了那个扳的愉快，所以说也选择了这样一个比较简明的下法。嗯嗯，走。嗯，白棋把这边走强，那么这边的话就全清了。对，清了，是吧？清了，嗯，不用在这边再处理了。对，嗯，所以说总的来说的话，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嗯，满意的。但是胜负还是取决于就这一块最终的话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嗯，如果这一块的话，嗯，被白棋攻得很惨的话，那么黑棋这一串的话还是有点得不偿失。嗯，就当初的话，这个点三三的话构思的话。还是值得商榷，嗯，就还要看接下来的进行了，嗯嗯，他注意啊，这个也是很强，为什么呢？他单独走这的话，也许被这一飞的话，他认为他觉得头在白棋后边，白棋的话，也许走到这或者走别的话，都是有可能的，嗯，他不太满意，他希望这个更紧凑哈，对对，这样最好了，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冲这个先手的话。是吧？对，那么我这个就没有毛病，我这个子就不用搁这了，是，对吧？这边的脑袋好很多。嗯嗯，这个白棋也是，嗯，这个靠，对，抓住它的弱点，这个是反击，嗯，对，挣一下，嗯，如果你搬的话，我一走，嗯，对吧？这个转这个吃，嗯，好像没法兼顾了，嗯嗯，是这样，嗯，单退。相对的话，其实也是显示唐伟星比较，怎么说呢？应该是比较强的一面，有自己特点的一面。他甚至不认为，就是说这个被冲断的话，他的作战是比较无理。嗯，所以说也是充分体现唐伟星的水那个风格。其实我在想，这个黑棋白棋如果走到这的话，能不能考虑呢？现在对吧？先问一下你的应手。我应该会要。那你再要的话，再冲断完的话，那么你这个长就变后手了。是吧？我如果还是后端的话，是吧？是还是后端的话，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如果在这，是吧？那个我本身这一后的话，你这根地也很少很多，是吧？我就算吃掉这个的话，是不是也很价值很大呀？这个，嗯，这都没有余味了。对，嗯，
其实这个适当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就是反正是绝仙就走掉，不要有变了。对，如果你拐这个的话，那么就等于这时候你对你现在沾上吧。嗯，作为白棋来说也没有不满的理由，是可以先问一下。嗯，那实战长浩认为这个冲断，冲断应该是他觉得就眼见的，对，眼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下法。他认为这个黑棋是有点过分了。嗯，但是这个时候的话作战的话，这个局部的作战其实也是挺考验年纪大的棋手。嗯，因为这个因为你正常的布局下下，官子下下的话，你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差错。嗯，而这一旦杀气的话，哪个一看走眼的话，有可能一盘好棋的话就这么前功尽弃了。对，对，跟之前的关系不大了。对，大家注意这个黑棋这个长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之前邵老师说为什么这地方要交换到的原因。其实这场的话白棋也是很想走在这。对呀，这个瞄着这下一步最起码还能吃个十几十一目。但走在的话，这个对黑棋这边还是第一松了一口气，第二的话这一有点薄。对，就是黑棋肯定是不会粘了，他就也是判断这个走不到。所以干脆紧住这边的气。所以说当被白黑再尝一下的话，我觉得长浩应该有点不太舒服。不太舒服，就是说对这个能吃而不吃的话，这个本身就是心里头确实是有点难受。对，在我们那些目前的话职业棋手一些流行的话就是有点麻了有点麻了。没错，这个是粘还是走这个，走这个明显的话这个以后有什么的利益。他要走这个是单关嘛，对吧，但是又考虑到将来的厚薄，哎，不得不走个单关。对，这个还是有点不舒服，就是最后选择了忍耐。逃跑。是吧，投了，是的。逃跑。跳过来。跳过来的话这个一看感觉上黑棋好像有点过分。对呀，进入到白棋的包围圈了。对，但反过来又说怎么说呢，白棋的话如果在这边的话拿不住黑棋，那么这一串有可能就成为一个单关。对，就落空。特别是大家注意啊，这个黑棋这个长一把还是有很大的利益。对，因为它藏完以后的话，将来的话这个地方对它能直接就下去了。直接就下去了。这有本质上区别，如果没有这个交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它下怎么也下不去。是吧，最多也就到这一步，那差太多。 那我这边还能练回来。对，况且呢你这步的话这个气整体都不一样。所以这一把的话其实是黑棋获利最大的一把。对，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对黑白棋来说的话必须要对这边产生很强烈的一些攻击手段，就在这地方一定要见到了效果。实战这样，实战的话这个后来几步看来的话其实白棋还是没有什么太大胜算。但是我觉得现在粗粗一看，我觉得这不就是把它弄到里面来，弄到包围圈里面来杀的感觉吗？没有这个，是他实战是没有走这个杀手。我的意思是既然这地方联络是不是有点问题，那我比如说就这样，这个他不就练回去了吗？你要攻这个吗？我想攻这个，感觉是有点薄啊，就是我再继续这个对他来说联络不是很困难，因为他毕竟是有点薄。其实就是说围棋的话攻击的话有两种，当你直线攻击受挫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缓攻。实战的话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棋谱，就是长浩采取了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攻击的方式。对，但是后来似乎好像在哪个岔口上好像看错了一点。效果不佳。对，如果我们从事后诸葛亮角度来说的话，白棋在这边的话似乎是一个形势的要点。形势要点就是说这两手的交换对这个如果没影响，对这个也没影响的话，那么这两手交换是有点失败的。他不如直接就在这个位置上，对吧？如果你跳的话，那么我将来是可以比如这种从这个点上来的。你再过来的话这样子攻。对，我才这样子攻的话，因为有我这个子的话也许对你这边的话对它联络上面已经起到一个阻隔的作用。对，是这样一个作用。对，这样子调子或者你这边的话能不能下得更强一点，是吧？对，这冲的话可以退嘛，对吧？你这搬的话我这搬了连搬是不是有更强的，对吧？你飞的话我能不能这边还有靠的一些下法。可以这样一个下法。那么如果你跳接这个没有意义，对吧？我一飞只要以后我不用挣这个，对，你再跳这个的话，那么我这个子完全分割这，是吧？完全我就可以从这条线的话对你这块产生一个攻击。对，嗯，似乎是这样子看起来更有利。嗯，
他跳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快棋当时的一个感觉、啊嗯、对感觉 感觉就是说是否是直线还是缓空。嗯，现在直线，这是一个命令式，对，他就一跳跳。嗯，那接下来的话正好是这个，对，然后这个走再一跳跳 跳啊，他先走之前先拐掉了是吧？对，先拐了一下。拐，嗯，这拐的话，这个，黑棋必须得要，嗯，这也是长浩占这个原因之一。嗯，为什么如果走到这的话，那么黑棋也许就不要了。啊，对，反正少了目数了。对、嗯、对，因为你本来就欠了一个一半。嗯嗯，这是必须得要的。对，顶了，然后的这个正，嗯，走，走，贴、嗯、下来，嗯。是暂时，他可能黑棋他之所以这样的原因，还是觉得你这儿不厚。嗯，实战的话，长浩选择了一个，还是一个直线的攻击方式。嗯嗯，这个是很直接。嗯，所以他就是一个急先手。为什么他得补这个毛病？补这个毛病，嗯、他怕我走任何的话，都怕黑棋这边脱线。对他怕这个是后手嘛，嗯、落空了。对，顺着他认为他这边已经看见了一个极其严厉的杀招。嗯，所以他才会走这个。这毕竟还是损，对，毕竟还是有点损。那这我们看一下长浩到底是看错哪里了。好，嗯，长，继续贴，走，这都是命令式，嗯，长，然后他回到这里，杀，嗯，挡，他是看到立，在立下，立，嗯，大家看，如果直接走的话，不损这个的话，那么他是担心对方从这里跨断，对，靠出来以后对杀，对，而且提前手走完以后。让你这个靠就不成立。嗯，此时的话，长浩应该认为这棋应该拿出了。对呀、啊，这个嗯，这样的一块大龙，现在目前一个眼还没看见。嗯，是是，但是唐伟清的话，毕竟也是拿过世界冠军的棋手，嗯，是吧？他也是相当的计算的，真的是很精准啊、嗯。对，因为他知道这个单挡这个，那么白棋随便这边走一个后手，这个要里面做两个眼。太难了、嗯、他一定是要跟你杀的。嗯，所以他这边先主动，对，走走，对，走，但你走这个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棋，这招确实好。嗯，就说他是对这个局部的棋形的话，要点还是比较敏锐，比较敏锐。这一招，嗯，因为正常的话，我觉得长浩也许忽略，就是说你走这个我一跳没问题。嗯，为什么你无论这边怎么边的话，我这一退，对，有活形了，几是先手，我打吃的话，你这边的话你提，你这边还不活。嗯，你要吃我比较累。嗯，如果要靠这个打这个劫的话，那么白棋比较主动。对、嗯、对，主动跟黑棋这么大一块杀肯定要好、嗯、对，嗯，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棋形。对，为什么呢？如果你走，嗯，他跳是极其的好心，关键就是可能我觉得常老师他误看了这一个、嗯、他以为比如说就冲、嗯、然后这个断了、嗯、假设这样子，但是黑棋可以收回来、嗯、对，这地方没有棋。对、嗯、这个你想，这个如果粘上的话，这个绝对是好心，这黑棋很漂亮的一个形状。没错，嗯，这个确实是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了、嗯、对，这也是长浩陷入了一个极其的，怎么说呢，在时间的催促下的话，这也是很难选择。嗯，很难选择。嗯，难了，他现在粘一下，粘一个，嗯，粘一个，这一半完了以后靠一个，这也是在给黑棋出难题。嗯嗯，我想，但是这个从靠这个时候的话，我相信长浩肯定没有算到会有这些变化在里面。对对对，嗯，他如果看到有这些变化的话，也许这边的下巴就截然不同了。对，他可能就会选择缓攻了、嗯、对对、嗯、是。咱们看靠是什么用意，如果把黑棋第一杆走，那我如果粘上，那么他也可能冲这个、啊、他主要这个冲的话也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苦肉计。嗯，对，就是诱你来吃，但是呢，是我一吃他的正提金，他可以都逃了。对，或者连通这样子。对对对，这就吃了我，但是你这边全部被断、嗯、是，等于说我这个打吃先手的话你就动不了了。对、嗯、你就完了。是，嗯，那么他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办这个的。嗯，但我先选择了，他是冲一下。嗯，对，他想的是你如果粘他是不是这个就先手、嗯，冲的话他就可以选择比如这种加了下。嗯，
他可以选择这样加一下，因为加的话自重是要点。为什么呢？如果你走这个的话，跟刚才一样，跟刚才一样还原的，对，这个是没有毛病。嗯，如果你顶这个的话，那么它就一度估计挡挡也没有起、啊、如果断的话，我粘上的话，对，像葱菇的话那说不定能活，第二的话我能否就直接把你吃了呢，也是有可能的。甚至就比如说我先走个傻傻的，嗯，对，嗯，就再把它断的话、哦、这个杀气的话是不是还稍微快一点。对对，嗯，是，而且黑椒可以煎掉一下，这个也绝鲜。嗯像这个葱的话，这个煎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最佳的下法。嗯，其实那他就没办法了，挤这个了、挤这个。嗯，他要求就是如果你粘我补回去，你再从我再退的话，把这个字看清了啊、对吧？你吃这个不活，给你一只眼，给你一只眼，然后还是要杀。嗯，葱、葱，嗯，葱的话也是下得很漂亮，因为对，黑棋来说的话，他这边只要稍微放弃一点的话，他这边已经获得很大利益了。对对。比如说你吃这个，我吃，提掉，提掉，我会吃这个，是吧？那我粘上，粘上，粘上，那打吃，提掉，对吧？提掉。是，嗯，粘上。如果断的话，那么我就算这样吃回去的话，对呀、啊，这个黑棋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对，白棋就是吃了这个五个子、但是这边的损失找不回来了。没错、甚至我这边也不用走这个，为什么呢？这边你也连不回去，你断我可以打吃这个，是吧？你看这个，对吧？可以连根把它吃掉。所以这个时候，长浩似乎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有点骑虎难下了，对，没有回头路。只能这样杀。嗯，如果只能这么杀的话，那么这个字的话跟这个字的话也许好坏难说。嗯，为什么呢？这个字有这个字的话，将来啊大家会发现，对，它这个字就变成必须得要了。你看这个是先手，对，这个是先手，为什么呢？将来的话白棋这一走，黑这一走的话、这个就分段了。 但是这个会计比他的话也想不了那么远。对，现在先管眼下的吧。这个暂时这个还不敢断，断的打出去的话胜负好像白棋还危险一点，而且白棋没有气，但这长的话黑棋是彻底放心了。对，为什么呢？你这的话这个真死。嗯，在还是包，必须得包了。对，他是回这边。嗯，这个是吧？嗯，包这个，但这个看起来已经松了很多了，一下、是，哎呀，肩，对呀、这个马上要的就是这个病的问题，刚才少儿说的，跳，嗯，张伟新选择葱，这个葱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如果按照我们最简单的看那个的话，这葱这个也很简明啊。哦，就一招就拿下了。对，如果你在这边硬的话，那么挡的话，对于我一挡的话，因为我这边都连通了，是吧？你如果粘，没有意义，这个两边它都能粘一个。对对对，如果没有我冲这个的话，你还也许还可以粘这个。对，我走然后从这边冲那、这个，对吧？如果我交换掉的话，那很简明。冲，还是先冲了一下。冲，先冲的话，然后长号走这个。压，走，尖，尖的话也是下得很强。这个补上了，这也只能走这个。好像不走的话，被这样打过去的话，这个黑棋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面子，是吧？局部也是很损，因为你这个暂时的话，你还吃不了白棋。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没冲啊。对，必须得这儿有个字。这个还一直顶，所以说你这个字的话，最终话如果跟白棋这个交换的话，等于你。损一个，对，就感觉像是一个停了一招的感觉。对，只能走这个。然后他一粘，这个其实长浩这时候的话也是有点丧失机会。从事后看的话，似乎应该再冲一下，再冲这个。只有硬啊。对，再粘。这样子就可以哦。防住了。对。这个、这个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具体它的问题在哪儿。是，但如果这个不挡的话，这个黑棋又面临着这两个交换肯定巨损。哦，是，是吧？一旦被白棋这个的话，那么你黑棋这个在干嘛呀？这个没有冲。对，它这一下走，说明这个应该是高强度的这个计算的话，好像
因为也许我们现在讲棋这么容易，但是它实战的时候的话，它算的变化比我们讲棋的变化多多了。对，它要算各种各样的图。对对，况且是我们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他们还是有负担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下棋的棋手很不容易，要把这些变化都算清的话，真的很难。对。嗯，经常我也在看那个，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叫最强大脑。嗯，对吧？最强大脑的话，的确，他们那些大脑还是挺了不起的。对。但有时候我觉得咱们棋手大脑其实也是，就是剖析一下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传奇的感觉啊。对，如果有哪台电超级电脑的话，把棋手的脑子里的话，所有的变化图都能展示给大家看的话，嗯，也许大家会对棋手的这个计算量的话，有一个最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嗯，是。现在他是没有冲这一下，于是靠。这招靠就变得成立了，似乎击垮了藏好。嗯，为什么呢？走，他挖，挖，吃。如果你吃的话，嗯，哦，对，就是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它就有个挖的角色了。对对对，是。现在它是从这里挖。嗯，是。这挖完以后的话，这个再一串打吃。甚至就是说，其实你要也不用挖的话，单粘也可以考虑。对，就没有变嘛，这样的，对吧？然后再一挖，对吧？这个也是最直线的一个。对，这个冲永远都是可以走到的。但是唐伟先认为，这个挖的话，如果你要靠粘这个的话，那你这一串的话，不是太有问题了吗？对，又感觉是这个。嗯。哦，他是冲。嗯。这是一个比较老道的下法。嗯。为什么这个？如果你单走这个的话，他这边走完以后。再吃的话，这个效率就有点低了。对，还不够活。只要你我不担心你跑的话，我就不会先尝。不过这时候看起来想要吃黑棋，似乎也太勉强了。好，尝了一个，黑棋就一直跳。对，这样的话，这个比吃这个的话已经好很多了，对吧？对对对。如果这的话，你这也跑不出来，你只能顶的话，那么我这个不是粘，而是跳。对。嗯。威胁更大。嗯。断了一个。嗯，然后拐下。嗯，这个如果走这边的话，这边一飞，这边就死了。死了，这个太大了。嗯，但实战的话，这个走这个走这个，这个走这个，那下到这个是141手。对。然后就没有继续了。对，没有继续了，因为黑棋已经活了嘛。嗯。黑的活的话，白棋就无法继续。为什么这个空头全损完了？对，然后自身现在也是面临一个只好去做眼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因为他的出发点永远是要杀黑棋，如果杀不掉的话，那么他前面的代价的话实在是付了太多了。最后的话，等于唐伟新的话战胜了长号九段，对，等于获得了西南王的这个冠军。对，据说也是这是两位特邀棋手之间的对决，最终是以更年轻的世界冠军战胜了老牌世界冠军。祝贺唐伟新九段。所以说今天的我们西南王的对局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的，好，希望下次欢迎再继续收看天元围棋频道。好的，那么我们就再见。再见。